证据。我捕捉的那只鸟，你看嘴巴，确实有一条虫。然后证据，我在后面。哎，这个大家应该记得吧？我走了好久好久，好远好远，只为了遇见你。突然来了灵感，我的灵感来了，就写了说，我的人生从那刻起，就为了寻找你。对啊，幸福就是不管日子过得再煎熬，为了你。啊，这是那个 Semi Free 的歌词，我的心仿佛不能够呼吸，因为每一次的心跳都是你。这还没有想到这边会有字幕，然后很多人很好奇这一幅画，就说哎，这门，因为那时候我微博里面我放了一句话，就说有些门没事情别进去，为什么呢？因为这是老板的门。那我在微博没有解释，因为老板会看到，这是我。然后一张我觉得我个人很满意的，就是我捕捉那个摄影师，但因为他很低调，他不想曝光，你知道吗？所以他就把你遮起来。你看，腿多长啊！所以这个就是摄影师帮我拍的，我很多照片都是他帮我拍的。哎，给你们看一下，很不一样的我。这特别不一样的我，然后，喂，这张可帅的，李晨，我特别爱这张，就是怎么拍到的？我拿相机，然后那次要上海通告，他找不到我嘛，他就拿手机，然后突然他的助理跟他说，哎，一达在哪？他就把我就，其实我走路的时候就一直按，你知道吗？就捕捉了很多的。